AG 祖传偷家手艺，一梦泪韩信无兵线偷塔。韩信呀，韩信在干什么？韩信在偷塔，要偷将吗？要回来了，要偷将了，偷不掉。有道有道，在天上，他出了一个名刀司命。2007年马超极限偷塔，钢铁想出一动，我一个反应很快，但是这波明刀还能回血，一个再打还有护盾，那六哥捡了保护渣了，加了七年点点水晶，让我们恭喜抢到了 AG 超晚会。三星人伤伤偷了个寂寞，但是点到了廉颇身上，看另外一边偷家了，然后隐身带小龙过来，哎，祖传偷家发现怎么把阿俊们一拥而上，直接扑死。这波独家他当心急了呀，是啊，孟老师，哎，这波有点外行啊，稍微有点外行，没学到真传，没有学到真传。